哎，吴英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今天日佫有甚物头食补嘞？好，今天日咱的头食补就是要教咱观众朋友安怎经未苦的竹笋。哦，嗯，所以煮未苦的竹笋要为经竹笋开始。当然咯、哦，啊你若经了若无正确的时阵、买回来就是买到苦的竹笋。所以要怎麼做呢？好，來，你看，咱現在來看看咧，你看吼，你看，像這樣，腳掌顛倒顛倒，吼，這樣，翹翹翹的，這塊咧叫做吼，卑躬屈膝啦，這塊咧孫仔較客氣，哦，較客氣的孫仔較好食，較有力，較有力吼。你安尼幾正好記哦，對啊，對啊，對啊，安尼彎彎的吼，對啦，對啦，彎彎啦吼，客氣的，這塊咧吼，來來來吼，啊，你現在咱家看，大家攏共款，這攏足水的哦，這攏足幼的吼，來，這支就無水咯。哦，伊只嘛，敢是？这有一个肉瘤哦。啊，这个是肉瘤哦。嗯，这就是内底伊孙仔的纤维吼，已经开始咧老化。伊这个是现在开始老化。你甲看，这青鳞青鳞，这种枯萎的所在。哦，这个是枯啊。你看这色水差遮济啊。哦，差真济呢。哦，啊，你看这一条孙仔肉伫遮，这细枝上哪有孙仔肉？这就是讲人挂头一挂，挂第二挂，挂第三挂，这第四挂要搁走出来。开始咧老啊，啊老啊，即马即个吼，那个木长起来就变一支竹篙啊啦。哦，第当家剁起拍散。哎，啊，这都未食，所以这都是开始会苦。啊，咱即马讲的无准顺吼。来，我即马甲撩开看卖吼，给观众朋友看，这支是好的。嘿，是。哦，咱即马要安怎切笋啊咧？首先用刀啊买吼，伊只翘骨的这边买，咱对凹刀的这边才来吼。来，你就足容易啊，刀啊撩落去，是，对不？刀啊你撩落去。一掰开，哦，你安尼了，甲掰一下，你甲看吼，规支笋啊，就是遮水啦。哇，那轻轻凹者，嘿啊，就很嫩嘞，就很嫩啦。哦，咱放伫遮，镜头看一下，吼。而且安尼金骨啦，金骨啦，金骨吼，这来你看内底这笋啊，加遮你有看无吼？拢嘿，拢真好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一支，吼，感官吼。你甲看下咧，来。伊只内底只好无，开始咧老化。另外，即个现烤起，即有结土咧，你甲看。内底只有一层白膜。即个物件来。只够有膜呢。嘿，你即马若杀色的，即个所在就会变黄色的。哦，伊即马还是青的。即马是青的，啊，你即马若杀色，伊就变黄色的。哦，所以就是老啊啦。嘿，这都是老啊，咱放伫只吼，啊吼，观众朋友比看麦啊咧，吼。啊，所以讲来，咱即马先试看麦啊吼。咱头拄啊讲的有准啊无准来。我即马吼。只外皮顶的，我先写一点仔起，啊，咱来个撒一点仔底，咱来食看卖啊嘞，看是毋是一块足青甜的，啊，一块足足苦的安尼。哎，想袂到吼，爱煮袂苦的竹笋，对哇，酸竹笋开始，对哇对哇。啊，其实哦，嘿，你若选了对的时阵，安怎煮安怎好食。哦，有去菜市啊，你打出门口就开始有撇步安尼。对哇，你个看，只内底油油，你看卖。哇。对不？我孙阿纤维食，嘿，幼咪咪吼，来，哦，拜托，你即块盘啊好啊，阿姐姐姐，哦，姐吼，好来，阿即嘛，即块烤的来，阿个哦哦，哦，这都是已经开始在老的啦。哦，边啊，迄条肉瘤啦，这都是肉瘤啦。观众朋友都有看清楚哦，肉瘤硬硬啊，你甲看有无？现在这细枝吼，你一直拢爱直直下掉啊，下到尾啊，你都无去啊。哇，咁咩无安呢？对啊，下到尾都无啊。嘿，好来。哦，这个切无同款型的来。来，这两块就好，无同款型的。无啊，这个先落顶，好无？咱这个先落顶。烤的甲无烤的卖到顶沙，较袂去用着。啊，因为通常咱即摆日底啊顺当出的时阵吼，咱买着即落烤骨啊顺买回来以后，你譬如讲真简单，你煮的时阵，即支若五两重，你甲煮五分钟就好。哎，唔好啥咧，甲咱控砂锅鱼头直直控咧，切甜拢无去，你甲食看卖啊咧。应该用啊哦。会使啊啦，会使啊，我切甲只细块着。好，来啊！这是会烤的，我即马甲等落去吼，咱同款时间。你我先食，你再先食看麦啊嘞，真脆脆。朋友，朋友看无？这样简单，烤唔是啥？好甜哦，这甜的。来啊！即马吼，这就是咱头拄啊烤的，来我即马甲裹起来嘿。好，你甲看麦啊嘞吼，伊这规拢翻黄的啊。这边全部是黄的，来，你切一点点啊，就好啊，吼。你就当拢无黄嘛，嘿嘿嘿，白泡泡。好，来，啊，你这个食看麦啊嘞，
哦，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，特别特别的留意。我也让喷出来了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来了，更加啦。安诺。哎呦呀，就亏啦。跟他在讲黄连啦，你吼。差不多。阿基塞，你今麦只甲我教，对。啊，不过只孙啊，我已经买回来啊。是。我嘛只伊会考。嗯。咁我来等掉，你就好济呢。其实吼，孙啊啦，拄着考，是迄个口感无好尔。但是迄个口味咱会当治掉，吼，即一种方法啦吼。譬如讲，咱甲撒个头咧，撒起以后，咱目睭若看到黄的所在，就是苦的部分吼，倒啊甲收收咧，即较薄咧啦。哦，等一下咧撒的时阵，互伊较紧口味吼走去啊。啊，你即话等落去撒，啊，摕一块食看卖咧。哦。咱还佫会苦，撒遐的水慢滴，佫撒第二摆。水倒掉，搁倒掉，第二遍，对对对，安尼就袂苦啊，安尼就袂苦啊。但是甜也无去啊，但是咱吸收伊的纤维质吼，对咱的肠胃蠕动帮助很大，是不离赞啦，是真好啦。安尼总比讲啊，已经买回来啊，啊，其实你即马甲加呢，啊，冰箱内底孙啊，啊，已经洗包了，我变怎嘞？哎，观众朋友也可以用这种处理的方式哦。虽然讲吼，无说你要甜，啊，不过吼，唔通偷这食物咯，我们还可以吸收到它的很多纤维质哦。谢谢阿基塞，阿基塞，谢谢。